会晒一晒太阳，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来晒太阳了。看，为什么吃货的毛这么亮？你翻个滚，这是有原因的。看看这毛又顺又闪闪发亮的，每天打打滚，晒晒太阳，肌肉又发达。所以说每天九点以前晒晒太阳对身体好，连猫都知道。它的毛啊可漂亮了，我都羡慕吃我这一头的秀发，这一身的秀发，一点赘肉都没有。看看这个腿全都是肌肉。哎呦，不要摸我，走开点，咬它。又不能摸，不最不喜欢人摸它的，一摸就不耐烦。别动它，别动它，它要好好晒太阳。